家。今天我在盘中买了这一支3715，在想要不要跟大家分享，因为我自己心能力还蛮弱的，但是我觉得我投资就是为了要，应该说，就是我觉得投资是一个蛮好训练心理的一个运动，就是你必须要心理素质够强，并且很热爱看各式各样的数据，然后这个也是我想要训练自己的，并且，我其实一直还蛮相信投资绝对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人生，也有可能是这样子，对，所以我现在就是每天看股票，会晚上会做功课，然后做功课的目的就是看我开盘，隔天开盘要买什么股票，然后我会做当冲，也会做波段，我会以当冲比较多啦，因为我的本金不是很多，对，然后我现在结束了，今天没有当冲，今天盘有点看不懂，看不懂我就不会冲。好，那我们去做早午餐，豆腐会做上次做的那个豆腐焖蛋，但是这次会加花椰菜跟虾子，应该会很好吃哦。这个日式酱油，真正好了，是不是看起来有点恶心？但是我跟你说，这超级好吃的。这个是我们上个礼拜去好市多买的蓝莓乳酪酱，然后其实已经过期了，想说把它丢掉前再吃最后一次的 bagel 也快过期了，哎。然后我吃完Bagel， 等一下要去上瑜伽课。锵锵！因为我最近办了瑜伽会馆的会员，所以我就还蛮勤的去上课的。然后我现在生活就是如大家所见的，就是每天早上起来看盘，然后如果我早一点做完股票事情，我就可以有蛮多时间可以自己接案、剪影片、拍影片，然后中午吃个午餐，下午去上瑜伽课，然后上完瑜伽课我就会去我们家餐馆帮忙，尤其上礼拜是连假，然后我们是没有连假的嘛，对，等于每天你都要去帮忙，怎么说这种感觉呢？就是会有一种被困住的感觉，就现在生活其实不是我想要的，对，虽然我有很多自己的时间，但是我在上礼拜就突然脑海中突然想到一句话，那句话是说，只要我们知道我们是为了什么而活，我们就可以忍受任何一种生活。我就突然想到，我其实不是在书本看到的，我就是在网络上滑滑好几年前滑到这句话过，就觉得这句话有被激励到。我知道啊，我知道我现在是为了什么而就是过这样的生活，对，所以我也接受，笑笑抒发一下。我觉得我的应该也蛮多观众，就是可能现在过生活不是我们想要的，可能遇到一个没有那么好工作，或是遇到了什么事情，那就用同样的话跟大家分享一下，我自己是有被激励啦。
天哪，我已经被淋湿了。因为下雨嘛，所以我们家附近的 U-Bike 都满了，然后我就来到了我们家另外一区的 U-Bike， 这边很多美食，害我很想要买东西回家吃。大家早安，现在是8:30，话不多说，我们先来蹦一下，小蹦小蹦小蹦，今天只有画底妆跟眉毛还有腮红。嗨大家，给你们看，这是我新买的睡衣，然后也是 GU 的，这个绿色我超级喜欢的，但是这一次他们今年的夏天的睡衣的短裤比例就没有那么好，因为它短裤裤子比较长，但我还是很喜欢。然后我还买了一件肉粉色，这是我上礼拜去好市多买的那个鸡胸肉，然后我想说就随便把它放到气炸锅。好市多的鸡胸肉真的太多了，然后把它冰起来。今天这就是我今天的午餐，有一份鸡肉，然后一份淀粉、南瓜，然后虾仁炒蛋、节瓜跟玉米笋。看到就是网络上有人分享 iPad 有一个这个程式，这个 App 是有点像是番茄钟的那种概念，然后你可以自己设定你的时间，然后你可以专注多久，对，所以我就打算以后就是我需要认真工作的时候就来设定这个。
一样是豆浆配小菜。补充完热量了，我要开始工作了。现在是9:20，然后我已经当冲结束了。可以下班了。我今天当冲了1529跟3036，赚了2600，小小赚我的便当钱。今天决定就是我的这个礼拜的碳水日，因为我今天好想要吃东西哦。然后刚好股票有一点小赚钱，所以想说就来吃一个好吃的东西。好了，订好了烤肉饭，有没有感觉？有点好吃，天天烤肉饭，这家好像蛮有名的。这个是烤肉饭，有蛋、豆干，然后青菜、笋丝。嗯，很好吃耶，它有一种很炭烤的香味。嗯。这家我一定会继续订。你们说超好笑，我们家这个柜子啊，原本都是放益生菌、放健康食品的，然后结果我最近就是帮我妹办了一张好事多副卡，结果1/3变成零食柜了。那为什么我要开呢？因为我要喝奶茶。这个，其实我的影片一直没有就是跟大家分享说怎么样吃才是正确的，或是饮食顺序应该要怎么样，或是运动应该要怎么样。我觉得第一个当然是因为我没办法坚持做到这件事情，然后再来是我觉得有很多 YouTube 的影片都讲得非常好了，有很多营养师的影片，然后我的 Vlog 呢比较想要记录是我变好的过程。那我变好过程一定有不好的时候，一定会有暴食时候，那这个的后果就是我要去承担我的罪恶感。所以有些新的观众其实留言会有给我很多的指教，我也接受，因为我觉得这就是我要接受的嘛。但是其实大家说的我知道，然后我也会慢慢的，应该是说把健康饮食变成一个人生的习惯吧。噔噔噔噔噔，今天是个好天气。今天的晚餐，白菜汤跟卤蛋跟海带，还有一瓶豆浆。嗨，下班啦。等下再吃了。嗨，大家，现在是9:34，我下班了。我今天有当冲了雅丽。等我更稳定一点，就是更稳，胜率更高一点，再来跟大家分享。因为我之前也是赔得很惨，我有一年赔了20几万，就是因为当冲。但是我现在就是很认真的在做功课，看标的。对，我现在还躺在沙发上，还在挣扎要不要去做瑜伽。我从沙发上起来了，出门了。
个是大前天的剩的南瓜花椰菜还有鸡胸肉，我自己心态啦，就是我会觉得干，我刚刚运动那么辛苦，那我这绝对不能再大吃了，不然我下一次还债会更辛苦。这是上礼拜做三明治的尾鱼，把它跟蛋一起煎好了，变成蛋卷。你今天吃给力盒子哦！今天是吃火烤鸡胸，你都有个手势，我来学你的。叮叮，哇，不是，我们两个吃的其实蛮像的，只是我的分量是你的两倍。没有啦，欸，有啦，有啦，有两倍。耶！这蛋卷也可以吃哦。我先试试一口，味道好不好？一定可以，因为尾鱼放很久了。你可以吃吃看这个好吃多的鸡胸。啊，那你要不要吃吃看真正的鸡胸？嗨，我们要去各自去上班了。对。大家要来猜猜看，哈贝模仿谁？中介，我已经无言了。喝水啊！大家早安，今天是礼拜六，我从昨天凌晨2点睡到了现在中午12点。好，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现在蹦一下。蹦！今天是礼拜六，然后我今天也要上班，想要先来做一个好吃的贝果早餐。用这个 cream cheese， 把它用反了，应该是要正过来的。好，那我就正过来，看起来好好吃哦，有点丑不拉几的。这个早餐真的好好吃，又简单，加上洛梨之后，就像你的 bagel 里面有一块很大块奶油一样，好好吃。
个是昨天的洛梨，今天呢就是要做很简单的 bagel 夹蛋加洛梨，就当我的早餐。今天来吃凤梨口味的 cream cheese。我看到有一集詹姆士的影片，他就直接把洛梨整个放在他的三明治里面，我就要学起来吃吃看。叮叮，好了，洛梨蛋 bagel。 今天的优格，我已经吃到只剩这样了，我才开始录我的影片。我对这台相机真的是，等一下吃完我要去医院看我爸，这礼拜都还没去，因为这礼拜他在医院好像崩溃蛮多次的，因为他就是已经住院了40几天了，然后可能要住到50天，就是伤口又感染又开完刀又腹膜发炎，然后我妈就这个医院跑医院好几次去陪她，但是我妈要上班嘛，所以她跑去医院的时候就是我去代替她在店里上班。很好吃，很简单的早餐。嗨，我们要去医院，有一段时间没有去看她了。买了奇异果，已经是切好了，但是没有切掉。上车。虽然住院，但是还是要一点仪式感，是不是？哈哈哈哈哈哈！戴眼镜好看，好看是吧？今天看病，全部人都穿黑色。